英超 8.213 水晶宫 VS 利物浦个人薪水，红黑莫怪，跟板自由。更多赛事推荐请私信小编赛前分析。水晶宫分析，水晶宫主教练是英格兰人霍奇森，去年9月执教至今，球队今夏主要由法国中场卡巴耶转会去了阿联酋超级贝纳斯尔，从西汉姆联迁入在内加尔中场库亚特，从德甲沙尔克04迁入德国中场梅耶尔，从西甲赫塔费迁入西班牙门将瓜伊塔，目前全队总身价21,533万欧元。水晶宫上赛季联赛中的表现十分一般，尤其是开局阶段的发挥比较弱势，一度深陷保级区，走势十分糟糕。不过球队在联赛中期的调整方案比较奏效，拿分能力提升很快，最终成功保级。利物浦分析，利物浦主教练是德国人克洛普，2015年10月执教至今，球队今夏主要由德国中场埃姆雷詹转会去了意甲尤文图斯，从意甲罗马迁入巴西门将埃利森，从德甲莱比锡红牛迁入几内亚中场纳比开塔，从法甲摩内哥迁入巴西中场法比尼奥，从英冠斯托克城迁入瑞士边锋沙奇里，目前全队总身价89,100万欧元。利物浦上赛季虽然只排在联赛第四位的成绩，但球队的综合表现非常不俗，并且球队在欧冠杯赛中的发挥非常强势，一路杀入决赛，只是最终不敌皇家马德里，屈居第二席位，比较遗憾。综合分析，根据各大机构给出的数据，大小球出盘和即时盘口一样，在三个球水位基本不变，大球 0.85 令，小球 1.00 令，更加印证了机构对大小球走势把握的方向。另外一点，让球盘从受益球的注时盘升到受让你 1.5 球的即时盘，瞬间就更加晴朗化了。因此本场看好大球盘口，精彩推荐全场进球数3-4球，亚盘推荐全场进球数大2-5-3球，关注或私信小编获取更多比赛情报分析。感谢大家支持。